你看这些停车人，他们好像是客家人，新竹过来，他们是自带退车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千吧，好像是八千。有啊，刚才讲的一颗啊，不是一颗啊。真实的心哦，你要套鬼，还靠点是有贵点起来。真实的心干贝在这里啊。那个是四 S 的，四 S 的。他说现在市面上他能够拿到最高的就三 S 的。然后我的冰箱里面有一盒二 S 的，有一盒二 S 是那个。兵哥拜拜，兵哥拜拜，你这礼拜有要去澳洲金打港吗？还是金市吗？对，金岛。我听那个金打港的固定的客人念过啦，他去金打港都走西滨。走西滨的话，好像比高速公路还快。哦，十四加300。刚买买两块去卖，食较好。他们没有白费。你要去金狮舞，你比较喜欢去金狮舞。因为现在金狮舞那边比较安全，走市区，然后走国道一号下去一下就到。今天不要喊没关系，礼拜六喊就行了。不用算了，相信你，不会骗。怕少啊！啊哈哈哈！跟你两个比较怕少。你住高雄学生区哦，那去金狮舞比较方便。那个金打港离高雄火车太远了，你看这一组客人说他们要回去了。这个是你的吗？家人吗？我要带一份，带一份啊。我可以开个红包，你看。那边明天给你三百。喂。够最，最旺啊！最最最最。
顺走了，那个买了一大堆走了，推车推走了。来。这个300啊 ，OK， 加300块。什么物件？没有，正哥比较恐怖，阿正比较恐怖，他们没有，恐怖没有那个 OK， 没有阿正恐怖。好嘞，谢谢嘞。还有那个鲑鱼头，还在鲑鱼下吗？有鲑鱼头。谢谢啦。吓人啊！阿正一次都大概，等下再寄一个。阿正大概都买四箱。七千没有头，只有下巴。苹果拜拜。下巴。好。你有几个下巴？太贵，贵价。啊，我讲多少钱一只？三只啊。六个下巴。他多少钱？500块。哇。好不好？我是卖一个100的，全买是500。你的下巴都搞出来了。哦。你那个怎么？下人有人爱我300块，你有下人啊？好不好？下人，买啊！得罪他是黑牛的爸爸，林丹尼啊。剥皮鱼啊！剥皮鱼来500块，一只奥利，两只奥利，三只奥利，500块，四只500块，来咯吧。花仓啊，一只100要几只？只哦，好了。你妈干的？啊，不是，诶，因呐。可以用煎的吗？哎，对，那个紫红烧比较好吃。1、2、3、4，对。下巴都搞出来，这哪个味啊？哦。哎，刚好1000块，来给我讲，好套就好了。花餐跟北回来，给我摆起来，我等你。你用掉再给我摆。500块，哦，500块大只的，哦，500块有你多少？多嘞，哦。多少条？安尼1000。好。啊，钱放好，别掉出来。好，给你啦，给你啦。好来，我们就先来这个呀，啊，500块的，500块的，好进来，好进来，来500块，好，过来，我套圈了，来。离港哦，以我的经验，离港好像是在11点左右收起，离港大概11点左右收起。套圈过来。过来，要套手无啊？套手，搁有人来无？无啊，套遐无啊，啊无虾啊，啊无虾啊。套小宝箱，套虾啊，正常啦。这虾啊，啥物虾啊？等于三等下着啊。哦，买300块，300块，唔免500，300块。哦，这好，你穿来300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300块着。虾啊，有人来无？300块，好不好？虾子300块啦，300虾啊，无人。鱼港差不多啊。虾啊，300块。鱼港差不多。这保底呢？因为鱼港300。好，我恁讲就行。我恁点菜好无？他们有自己直播过一次。什么乌的？这哦，这鲤鱼啊，鲤鱼是啦。干的哦，好干。宝贝，遐遐。去啦。我们刀子，刀子又不见了，妈的！鲤鱼港在8:30开始卖。啊，没有啊，来，鱼港大概8:30开始卖。摸了，
台东过去的话，你只乌龙咸水，你袂错货的啦。你买两买，买三买，500块、400块、500块，我买互你500块，你六只互你500块，就500块，好无？500块，哦，来即位过你，赶紧你500块。有听到？过来问我阿姨吧。哦，来这边过两个。哎呀，来来你来啦，哦，这拢无赚钱啦，你是人啊，七只来500。好像还500块，好，头前阮两个，后来一起来，来6来，2、4、6来，7来，来500块。啊，迄迄咸的，迄个肉鱼咸的也正的。正。正提无着的啦，我鱼线正提无着的，哦，500块，应该有一个提无着吧？你没有拿到吗？拿到了，我鱼啊。我还没有拿到，我还没有拿到。哦，500块，3位、4位，哦，来5位，两个半小时差不多啊。我七只，台东到。过来问我阿姨的无？台东大概。我阿姨够人来无？啊，这里。两个半小时差不多。哦，那罗伊哦，好诶。罗伊会从他们之间避开那个。两位你也过来。我上班时间两个半小时。我阿姨来啊！哦，这个白白的。啊，无过一下。啊，你无过鱼头啊？过鱼头有话，那无，那可能。话鱼啊，无话过鱼头，那是话鱼啊。哎。鱿鱼花好啦。哦，要过鱼头啦。鱿鱼花先卖，还是过鱼头？这先好哩。哦。台风三角就好一点。鱿鱼花你价格怎么？哦，什么鱿鱼花？200块好不好？贵两百买晒啊，我买300买晒。啊，这几贵话者？你买100就好个。再个。哦，哎，几贵130啦？哎，100块啦。哦，鱿鱼花阁啥个？100块有无？100。川烫你话。川烫就要好一点。边啊嘛是，100块。个人爱无100块，100有无？无啊哦。你来以后来，你平过来，100块。我人来呀！哦，我下年买两百只。我来，够买就啥？啊？下年买两百只。会使。啊？会使。啊，我买反正300。哦，300。来找700呀！啊，为什么？哦，没收好嘞。这摆下年够人来无？无啊吼。来，来尝。到这，这只。袂像啊，这现捞的，这当地的土汤的啊。这哦，爱食买300、500、400哦。哦，行较大尾来，去400来、500来、600来、700来，买食哦，你啊，到尾哦，你去十尾哦，你300块，好不？哦，来，这尾搁送你，这尾搁现在十二尾哦，300块。你说你去旅馆玩？过来，我白尝无？那你要礼拜五去哦。过来，我白尝无？哦，一大只，一只要700块。装潢装潢的话，要礼拜五去。不然我白抢过来。SH 啥？无啊，要先啊，这白抢才水过来。等起这猪汤的这等这，这种白抢等起，你们抬下先，我抬下先。哦，这等起啊，为这个破，为这个破皮啊，为这刺啊，恶出来了啊。最近都。为这刺啊，恶出来。哦，上重要是这刺啊，这刺，这刺啊，安尼啦，安尼，刀安尼刺的刺的，对啊，刺的刺的，恶的恶的，安尼对啊。唔免破刀，你若要用真的，较袂破，较袂整甲规烂破破，你听我说。哎，你搁有人来无啦？3位、4位、5位啦，哦，这6只来、7只来、8只来、9位来、10位来、11来、12位来，搁300块、300、300、300有无？300块，卖啊，下千块啊！几位？12位啊！你什么没听？哈哈哈！好啊啦！好啊好啊！嘿啦！几啊？10啊？贵啊？10啊？哦，12啊？哎，回收唔是？是啊，因为新闻报道很多。新闻报道很多。还够人要白餐的无啦？白餐够有人来无？
几个月。这水白鲳无人爱，金丝鱼无人。差不多啊哈。白鲳啊，哦，无人爱，无人。对啊，虾子。啊，虾子好嘞。剩下个台。虾子来的，300块，绝对不会。要500啊。他没有200的。三百两份啊。错鱼要买两。哎，做咩啊？我你是讲要做咩啊？是讲今爱出来个台？哎呀，先放着好了。啊，你台架有哪帮帮到袂无的？是啊。哎，过来买虾啊无？哦，300块两300块。哎，你找就找4块。哦，你也不接哦。先生，你们两问。啊，两问啦。你要什么？好了，我有用。好吗？哦，好吧。阿妈，阿妈，啊，我想要水龙头鱼，现在都想买电话，过两把黑的，停车场没有哈，哎，没有，要虾子，你想下，哦，300块，要300，够吧，好啊，好来，我龙虾要几多款咯，能不能接下来？啊，我再来催的，我先给你接。今天没有带不到。还有信用的经验，然后大家大家都来。有顾客，然后是客家来，来沙来，哦来西来，哦来罗来罗来，大概就这样子。直接早上就这样子，早上是那个客人都有在忙。我早上有来看，我觉得过来没吃汤包的吧？没有很少。那你吹吹牛啊，做渣等做点心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可以两包吗？要两包。两包啊，两包。过来买还无啦？汤包啊，汤包够有人爱无？等你吹吹牛啊，有无？嗯，没啊，我叫。无人爱啊，汤包啊，我无人爱，我收起来哇。刘毅好，刘毅买200块，哦，200块，你气炸锅自己对吧？一包2公斤的，一包2公斤200块。二人来无，刘毅，200块够无？刘毅够无？嗯，要两个人够行吧？你有收两块哦？哦，刘毅，够下来200块，200块，200，一顿去要用钱的，你话我钱硬直接5块的，哦，200，够有人来无？一包1公斤哦，一包1公斤啊，200块，够有人来无？200块，200，200，200好不好？啊，无买一包100块，100，哦，100，够人来无？100块，100块，够。啊，100块够下来100块。还有人哇？啊，还有人哇？无保证，大家有，哦，我都给你保证。哦，来，够人来无？来100块，哦，100的，100块，大够无啦？100块啊，钓叶鱼啊，100块俩，1公斤啦，钓叶鱼啦。哎，100块，快啊！你来无？100块，哦，头前阿姨啊，好100块，够100无？哦，100块，这是你啊？100块啊，这里有。请你。再哥哥姐姐啊，好吧，我看看排下队。够100好无？好无？够100呀！我一届买一包，你健康有计啊？第3季我1月就打了。哎，一届买一包呀。你要两份，100份，一箱，1份，然后2包多利。太多了。来了，来了。哎。喂，海蛎，哦，来吃。毛毛，底下抓饼的啊。八，牛两鸡腿排。八，来，200，400，400啊，400块。几份蛤蟆？几份蛤蟆？蛤蟆哟，好了，这样500的，好了500块。请
找一间关。这个200啊？啊，客花鱿鱼200啦。哦，你几台？啊，勾下勾下。你被他抓住机会了啦。你今晚不合理哦，我带你，我是不管。袋子给我，我走了。哇，今天好顺利哦，哇塞。那我是不是可以买啊？哦，那包买到了，今天被你抓住机会，对不对？哦，没在这个地方。来拉，被你抓住机会了，后来没有这么顺利的。来拉，哦，过来买鸡排回来，头先等我，都等我，就我先找你啊。哦，来，来你是，哦，来拉，喂，来拉，哦，来拉，过来来我牛二两啊，200块还有谁要200块？200你要等于真正的你啊。200块有无？200块够有人来无？有啊吼。你要这边啊？这边好，这边。啊，200块。这边给你。啊，这里歪。好。来。